鸡汤跟红豆汤，大家都解。鸡汤哦，四货。错的，错结呢？欢迎来到27度公寓的频道，我是五毛爸。哇，是五毛吗？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们频道，大家记得先帮我按订阅哦。而其他粉丝们在观看影片同时，爱给帮我点个卡，去接赞哟。那各位的留言与按赞都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哦。没错，同时在我们资讯栏的下方有爱用网站的连结，喜欢的人可以点过去看一看喽。Fine， 全家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呢？那跟着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，Let's go。这道是鼎泰丰沙茶猪肉烩饭，89元，499公克，709大卡哟。Smells good。我们会看到大白菜、沙茶酱、红萝卜、黑木耳、洋葱以及3小块的猪肉片哦。赶快来享用啦！它的沙茶酱是放在上方啦。为什么最近台湾狗疫这么严重？伊的沙茶是放在一碗顶头啦，所以也无介意的人会当家呕掉，无要紧。沙茶给你，我吃旁边这个。哦，你没有全部和进去啊？没有没有，怕胖哦。它味道很不错，好吃哎，就是猪肉小块了一点，然后比较少片了一点，它少归少。比较好吃呢，猪肉其实吃起来很弹牙，蛮容易入口的。没拌沙茶进去，我觉得味道就很够了。我们拌一下了。你好好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好好的来享用一下。我觉得这一道很可以耶，而且外加它的价格是89块，没有就飞到100多块，因为通常只要联名的话，有些都要130几块要。89块而已，我觉得很可以。哇，一档，可以买。它的辣是落在小辣片中辣，我觉得是胡椒的辣。沙茶可以不用再拌进去，就已经蛮好吃了。拌进去可能会稍微咸一点，不然它原本的口味是刚刚好的，咸中有带一点甜，因为它包装是分开的，所以这饭绝对是粒粒分明好吃的。白菜呢，不像白菜卤那样已经就是烂烂的，它还吃得到白菜的脆度。所以这一道我个人觉得真的还不错吃，外加 CP 值也可以。不是不是，这一道真的很好吃哦。那我们就对推这一道是鼎泰丰剥皮辣椒鸡汤，69元，340公克，160大卡哟。我最爱吃剥皮辣椒，你有哪样不爱吃的？那我们会看到2块的鸡肉，2根很大根的剥皮辣椒，还有1个香菇哦。吃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剥皮辣椒的味道，不是它那个剥皮辣椒啊，很香哦，味道够呛。基本上这一道呢，以69元来说呢，我觉得它的 CP 值尚可，没有很高，因为它这一碗汤是一个人的分量。那鸡肉 OK， 剥皮辣椒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吃，那它吃起来就是小辣，冬天来喝一碗暖暖的汤其实是很不错的。它咸甜的味道呢偏甜哦，所以呢就要依照个人的口味选择了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太甜，甜再收一点就更完美。但是它搭在鸡汤里面的时候会有个错觉在吃瓜仔鸡汤，所以也不错。你要浮夸什么事情？你讲的真的很对，它就像瓜仔鸡汤的味道，加上剥皮辣椒，难怪这么哈外比呀。这道我们就推推，这道是鼎泰丰香辣酱冰糖卤味，59元，112公克，155大卡哟。这个很适合宵夜的时候吃哎、欸，非常。我们会看到莲藕、杏鲍菇、玉米笋、鹌鹑蛋、豆干以及鱼板。基本上它这一道辣是落在小辣，一样就是底蕴都有点微微的甜，但这一道不会太甜，味道呢非常的适合下酒，所以口味相对的会比较重，它东西都非常的入味。某一些呢口感比较普通，那某一些口感我觉得还不错，整体来说它就是
宵夜没得选择的时候呢，可以买一下。我不能够接受有一些太烂烂。我知道，因为有一些很软啊，软趴趴的啦、嗯。对，那我们就看下一道喽。这一道是鼎泰丰紫米红豆露，49元，220公克，187大卡哟。那里面呢，我们会看到紫糯米跟红豆。它这一碗小小一碗，并没有很大碗，但是饭后甜点是刚刚好的。而且以现在啊的物价都上涨来说、嗯，它这样子的 size 49块，我觉得是刚刚好啊。喜欢它哎、欸，甜点控。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一道就是落在80分左右，我觉得它不会难吃，甜度5分的话，它在3分，不会太甜。那吃起来我觉得非常像海底捞的紫米红豆，它整个几乎都是紫米红豆，没有很多粒，但红豆都是大粒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啦，那所以这道我们就微推好啦，嗯，因为只有80分嘛。那我们就。推这道是泰式蛤蜊酸辣宽粉，45元，190公克，143大卡哟。这酸辣的味道很重哎、欸，一闻就知道是泰式。对，赶快来吃看看。它里面呢就只有宽粉跟蛤蜊肉这样而已。很酸，其实闻味道就知道很酸。哎呦，这小子喜欢吃甜跟酸。好像是、欸嗯、他是不是很认真在看、嗯、那如果我这时候很坏心在这边吃呢，这个阿嬷就拍心了哦，越吃越辣、哦、明天的菊花可能不保了。这味道啊，一开始吃小辣，然后再吃第二口中辣，再继续吃整个是大辣，我现在嘴巴破辣。所以这个要非常敢吃辣的，外加是它很酸，酸味有被辣味给盖过去，在吸宽粉的那一刹那会有一个香茅的味道，还蛮明显的。嗯，只不过我个人比较不喜欢蛤蜊肉硬硬的，还有重点是吃起来没什么味道，其实没有什么蛤蜊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一道是又酸又辣啦，嗯，然后喜欢吃很酸很辣的人可以买来试试看啊，尝鲜一下咯。嗯嗯，不要好了，不要。好像旁边其他的饭都还不错，那我们就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会再回购，就是烩饭跟鸡汤。烩饭我觉得还不错，重点是我觉得全家的商品真的已经慢慢的超越了 Seven Eleven 了 ，CP 值也比较高，就是联名的小的一些冷冻商品啊，嗯、我觉得也比 Seven 的便宜。这个好像有，而且我最近爱上他们的棉被拿铁、啊，真的，他最近超爱喝他们家的棉被拿铁，今天很开心跟各位分享这一系列的商品啦、啊。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那每周的3、5日晚上8点都会更新影片，要记得收看哦。记得加入我们社团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想要贴近我们生活美食动态吗？加入我们官方 LINE， 按右上角的追踪起来哦。在这边跟你们 say goodbye 喽，拜拜。来，笑话时间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没有讲笑话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粉丝会输脸啦。嗯，在想说啊，怎么没有笑话？害我好紧张哦。然后想说，哦，我要赶快准备，赶快准备這樣子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有人前面都不看，只看后面的笑话。豆走。古代诗人啊，李白呀，对他最后是怎么走的？朱武牧羊，最后是被人家赶走的。是怎么走的？是指怎么死的？哦，我以为是在哪个地方被人家赶走了，怎么死的哦？当然就是老了啊，老了就自然就那个啊。这个死因是什么？死因应该就是器官衰竭吧？不是，不然的，失血过多。为什么？失血过多，他血失的。烂透了。